里边的别太偏外边了，不能偏里边的，别不能偏里边的。完事整平，都靠这四个，主要是靠这四个。哦，这四个是往下面压力，两两的这样盈利，这两个。如果这个料单独的往一边偏，好比往单边偏或者往对面偏，它往哪边偏，证明哪一排骨压得紧。它要往单边这边靠，证明这俩骨压得紧，都得这俩骨呢稍微紧一点，这俩稍微紧一点，或者把对面这俩呢稍微紧一点。就是它走料的时候呗，走料的时候它那个它会自己会偏了。对，你要是两边压得不平行，它会往一边偏。哦，明白意思吗？嗯。完事呢，入料的时候用手动，这不有个手动就自动吗？嗯。点到手动正桌，点子走。入料的时候，咱们这个入这个带缸的时候，带它开为手动，点进去，点进去入过去没问题了，直接把它开自动就行了。完事我这不给你引了根线吗？这当地那个大铁板，这个料只要一粘那个大铁板。